我先回房间了，晚安。宋安乔，擅自闯进我的房间，你想走就走了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把你坐在那儿，等我睡着。手好痛啊，我被绑架了。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，我想过离婚。谁要跟你圆房啊？我们现在就签字离婚吧。妈。也想过试着接受命运。叔叔好。可他偏偏回到了我面前。安乔，好久不见。安乔，我们不仅认识，而且很熟。楚飞远，我本能地做出了选择。楚飞远，带我回家。